是徐志摩吗？你收了回去吧，这个掉了，对，OK OK OK， 好啦，收了回去吗？好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画面没有，先跳过。This is a satellite。哎，回去。好，哎，可以吗？哎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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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哎，大家喝酒好不好？你喝吧。哦，再叫老公公好不好？好了，左手右手，好，就这一种，哎，好，右手，右手，好，右手，盖世英雄大王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不要穿那个干虾。来了，超龙，超龙，想看吗？好，九号，啊，哎，欸，是我的，飞吧，是我的，哎，是我的，为什么？九号，好大一包哦。想要，你知道？我刚进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感觉上是一个包包。我刚进门的时候就端你的所有的礼物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最想要的。好，确定？我现在来开。好，至少我千万不要很失望啊！不要说这个就好了。我想亲自跟我讲说，这个东西。这个的对啊，我不来的，我不来，你们要不从我来，我不来，我不来，兄弟，哥，我抽到你，哥，看一下里面好不好？不错，真的不错，而且还有防尘盖哦，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的。哦，没有，这个很实用，刚好我没有背包哎。干嘛？电脑。哦。而且我喜欢这个颜色，你知道吗？橘色配紫灰黑色是什么？漩涡鸣人。还有你知道吗？纳鲁可。纳鲁可。那这边背包的，这边东西都非常好用，所以非常实用。对，我大破，我大破戒。多重影分身。我上来背背包就是。好酷哦！这颜色很亮。对啊，这很亮，很亮，很亮。有腰带，还有腰带。我是随便东西，我专业的背包。等一下，我多一点建议。可以啊，可以啊 ，OK。那可以再把那一把一手的上，这就有点快了吧？因为这个这个我不能压手。耶！我做编剧啊，训的。哦，装编剧。哎，我是你哥嘞，我是大哥嘞，只有一个大哥而已耶。是啊。我会做充电器吗？我这么做。我那边有装，那边。哎，没事啊，我就说，你说你猜中哦，我猜中，说打发你嘛，哎，打发你，哎呀，哎，你会吗？哎，我就说嘛，他说还是要放电脑，就是很好用，对，他是电脑，那你要演一下那种，多重人生，哎。哎，宝子，哎，宝子老师，你不要来呀！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在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这个，这个是我们这边工具，看一下这个照片，有问题？看一下这个照片，看这个，没有这种背包，我都是斜背的那种背包，一点而已，对啊，在。看一下，露营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姿势，包包不用一直掰的，可能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。
脚弹一下，脚。去年最糟糕的礼物，你也
讲的好像你今天是最好的礼物的感觉。不敢，不敢是最好，可是绝对是适合他。在，这个别人拿到还不一定有用。哦，打火机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打我四个，没错啊。这个呢，打我七。妈的，妈不要发生火灾啊！妈的，可以吗？哎，开心吗？对对对对，我问题我有个重点，那打火机在哪里？打火机，你女呢？对不对？没错啊！打开，滚！我不能。我想要，给我拿吗？我介绍一下，我想哦，这个还有打我十，打我油，打我四，打我心，全部全套全套，受创的阿志都是全套的，重点是全新的，哇，龙年的。龙年的美国 Tipo 唯一为台湾制作的龙年的 Dragon 的，这顺便的限量版，限量版。哎，应该给香哥拿了。对对对，抢镜头是怎样啊？那是香哥的。是不是新的芬芳？我跟你讲。录影录影。OK， 然后对啊，那些血池好不好？录影，拍照拍照。全部都哎，龙眼之哎，就这个字而已。你一直讲，这个我有。哦，等一下啊，我拍开，拍开。哦看，没有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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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假装有火。我在哪里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还没加油，因为还没加油。没有，这个我也玩过了，而且以前我有收集这个东西。这个真的很棒，很帅，而且可以吗？很耐用。你看到电影里面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谁，刘德华，对他就是有这一种。或是那个什么国家宝藏之类，他们都是用这一种。对。你要先加吗？来，我讲啊。看血池。等一下啊，去录影对不对？来，太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去录影，去。等等。点下去，加下去。里面有钱吗？有，全部加好。真的。我想等什么意思呢？有下那个。好，谁啊？放下去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们要请龙哥。小哥，龙哥是谁呀？然后表演一下，那我把这打火机表演一下，这个要很帅，哎，对，很帅，哎，好恐怖哦，会有那个火锅。